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开衫，这件开衫是花了130多块钱买的，反正也不贵啊。我们来打开看一下，听说它质量还挺好的呢。我现在摸上手的话呢，感觉还是蛮有分量的啊。这个做工嘛，我觉得也还可以啊。它是一个单排扣，有5粒扣子的设计。袖子我们来看一下，袖子我觉得特别好看，它是听一个这个蓝色的啊。穿上身的话，我看模特图穿上的话还可以的。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是穿上身会是什么样的效果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把它试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可以当做开衫和直接套头，里面穿个打底衫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长度呢，刚好就包住我的屁股啊。如果像小个子穿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直接下面穿一个白色的 T 叠加，然后穿个打底裤。如果它的袖子呢，我穿上身的话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是比较长一些的啊，因为我的身高是1米66嘛，然后我的手臂呢也是有点长的啊，算长的。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，就遮手的这个袖子。袖子呢，如果你介意太长的话，也可以把它翻个边啊，就这样折一下，这样的话也是有层次感的啊。这两种的穿法啊，袖子可以这样子的，直接这样换下来，或者这样翻一个边也蛮好看的啊。然后我就是比较喜欢这样，秋天的时候比较喜欢这样遮一点手的啊。它的版型还可以，因为它的面料呢，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我是贴身穿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扎人什么的啊，蛮有质感的。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太平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以搭配运动裤啊，或者这种休闲黑色的西装裤都是可以的啊。这条裤子真的也很百搭，搭配什么都可以的。我们搭配一个包看一下。那个防晒效果啊，整体的穿搭都是不错的。其实这一身黑也很酷的啊，又甜又酷的感觉。这个开衫真的很推荐大家啊。今天这一身呢，裤子质量也非常好，然后这个衣服的外套呢，质量也是不错的，所以就比较推荐给大家了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，这个上身的真实的效果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小娇视频呢，记得关注哦。更多好看的服装，记得点击我的主页查看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